大家早上好，下雨了，我就穿那个黄小鸭，穿成黄小鸭了，看，湿的不得了。今天一天都下雨，现在也就13度跟14度，跟昨个一样。但这个周末会暖和一点。周末我老公的闺女，还有我们加上我们一起去采蘑菇，我希望他们能感兴趣，因为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在里头采，希望他们能跟我一起采一采。带他们认识一下，感受一下大自然。下班喽，今天一天都在下雨。我希望周末去采蘑菇的时候能采到蘑菇。我现在要去日用品超市去买家里头用的东西，像塑料袋啊、洁厕灵啊之类的东西。就是这个超市，他家东西会有20%的折扣，你看。很好的，我挺喜欢买的。要下载一个他家的 app。同志们，我到家了，给大家看看。那天我们在聊中国的物价和德国的物价。今天是我刚才去买超市买的，一共花了10.54块，10.54块欧元。然后看我买了多少东西，我买了一盒这个女士用的卫生棉。你自己做蛋挞，然后买了一个沐浴露，买了2包鲨鱼饵，有机的垃圾袋，还挺好吃的，买了一瓶洗洁精，买了2包我老公喜欢吃的这个糖。这是他为数不多喜欢吃的糖了。这是薄荷味的，柠檬，这个是洁厕液，买了一个洗手液，要吃的再来一个。还买了一个，这个不是垃圾袋，这个是盛食物用的袋子，上面有。有想吃吗？你要说我要是直播呀，我闺女不得在我后面捣乱死我呀，对不对？大家看看这些东西，一共花了，德国的时薪最低是12欧一个小时，12欧，我今天一个小时的钱都没有用掉。在国内的话，我老妈上班是16块钱人民币一个小时，16块钱一个小时，她能买这些东西吗？买不到，绝对买不到。你去点吧，给大家看看东西大概多少。看就这些东西，一样，2样，3样，4样，5样，6样，7样，8样，9样，10样，10样东西花了10.54块。我们这里的还是挺便宜的啊！你看最低的是5毛，洗澡的这玩意是5毛5。对，然后洗手的这个是6.9毛，这玩意儿。这个是6.5毛，这个是，还有哪个是6.9毛的？洗碗机用的。你看，洗碗机用的，哪有洗碗机啊？洗碗精。洗洁精。这个就1块多，1.49块。这个，你说哪个国内你给你这些钱，就算合成人民币，又说了啊，你们挣的欧元是差不多换了1块欧元，可以换8块人民币了。那就算这个是人民币，我10块钱也11块钱，也就是等于说88你也买不来这些，是不是？物价太高，国内物价真的太高。看我家闺女马上准备要继续烤蛋挞，烤成这里成。其实应该买锡纸的，下次给你买锡纸的吧。锡纸的就有现成的蛋挞皮儿，就不用自己做了。看我们家这个杯子有多少，1、2、3、4、5个杯子，我不洗，我老公永远不知道洗。我现在我闺女要把蛋黄和蛋清分开来。他只要蛋黄。哎呦，不行，那你直接都倒里头吧，不可以吗？倒
蛋黄撒牛。妈呀，还要放牛奶呢。嗯。然后这个是奶油，把蛋黄它一个蛋清都没放，放了四个鸡蛋的蛋黄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把这个放在一起搅拌。你怎么知道差不多？看这玩意还得过滤呢。幸好我家东西齐全。过滤一下，因为有渣。嗯，这个都是糖吗？蛋黄懂，蛋黄的皮。哦。现在来看我闺女弄的这个。这样子的。它皮儿不够了，它把弄了一个没有皮儿的是吗？这个是没有皮儿的是吗？嗯。温度是多少呢？200度是吗？烤多少分钟？20或者25。20到25分钟。我们现在期待结果啊！蛋挞烤好啦，要来看一看啦！哎呦，是这样子的。看看这个哟。嗯。蛋挞，我来尝一个。扒不出来，因为这没有皮儿是吗？这有皮儿。嗯，蛋味儿还挺浓的。我老公今天不在家，这是我那个好朋友上次给我的螺蛳粉，人家辛辛苦苦从国内背过来的，人肉背过来的，还想到我们，他每次他都会想到我们。我要给他吃了，因为我老公不在家，不然的话他嫌臭。吃饭了，大家没发现多了一个人，我老公突然又回来了，我就趁着他不在家，我也想吃螺蛳粉了，因为他嫌臭。结果呢，水刚烧开，他人就到家了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以前也吃的，只不过他没吃的情况下，他就矫情。嗯，好吃。我之前搁家吃的，好臭啊，好臭啊。对他吃的时候，就像吃猪大肠也是的，你要买回来他不让你买，哎，在饭店里他吃的比你都多。他吃猪大肠啊？猪大肠啊，啊、嗯！他比我都重。你看，我闺女都不是猪大肠。同志们，我老公今天考我问题呢，考我生活在德国的历史、政治还有社会。但是社会有，我把书都拿过来了。这个考司法部门呐、啊、检察院啊、律师啊这些东西，哎呀，挺难的。考的时候我就不喜欢。还有他们德国的那个叫什么的。德国的就是政治，它这边有多少个党派呀、啊？各方面的，烦死了。他考了一下我，他说你学的还不错，因为考试嘛，9月25号我要考试了，考33道题，30道题考的是全德国的，3道题考的是我们这个州的。哎呀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我希望我能考好。你看，就是这些问题，我要用功了。现在考完了。祝大家晚安，咱们明天见。